真的有这双手，不要怀疑。不管你今天在这里的朋友，你们有没有认识这位神？我告诉你们，真的有这位神，他不是宗教的教主，他是你的救主，他可以把你从黑暗里面带入奇妙光明。我非常非常的肯定，感谢主的爱，医治了我的心。神已经救过你，而且会救你到底。他既然要救你，他不会做一半。所以我要放下我自己的理由，放下我自己的骄傲，放下我自己的自以为是。我要开始学习看我自己的问题，就是因为看不到自己的问题，所以一直有重复的状况发生。所以我开始经过这两次的环境兴起，我开始真实的面对跟修正我自己，我开始要看我自己不对的地方。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，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。